欢迎收看电玩宅速配，我是主持人莫欣。想找一款拥有丰富故事内容、多样特色门派，还有细腻高画质的仙侠手游吗？现在就有一款这么优质的手游才刚上线。也许你的暑假才刚结束，但你的仙侠故事才正要开始啊！一起来御剑神州吧！东方玄幻武侠题材御剑神州将带你一起踏入这个高自由度的游戏世界，恣意探索神州大陆，享受如同电影一般高画质的大唐美景，看看长安城的繁华或是关外城的异界风情，更可以御剑凌空，享受遨游天际的畅快，居高临下的欣赏这广阔的世界，给你君临天下的优越感。在游戏当中，玩家有八个江湖门派可以选择，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角色定位，一定可以找到你的最爱。玩家在后期也可以靠着天珠系统自由转换职业和性别，打造出与众不同的你。而且每个门派定位不同，彼此相生相克，施展招式时的灵力写意，展现流畅华丽的技能，千变万化的武学系统，让你在帮派战中战无不胜，最强称号非你莫属。你还在等什么？跟着我们的绝美小师妹陈雨安一起御剑神州吧！御剑神州。